有空腹。啊，那个谁带来？麦当劳没有早餐。对，麦当劳没有早餐。没有早餐。你看，大家都想吃早餐，就没有早餐。那现在开了吗？开了，它可以买午餐，现在就开始卖午餐了。然后我们把那个黄豆皮冻了，满起来再泡一下。 冻到烂掉，我觉得上次买一盆，然后因为它很长啊，然后我就想说把它剪掉成冻，我就全断。不送没事嘛。啊，我一人会再平平几对啦。 在香港去了。干嘛？哎，这条金银黄色还是红色的？只有这件。你可以把家也拿走。比我们家中庭在心中就好多了。哎呀！哎。然后那个，你知道那个杯杯，我发现不行，还是要放米线。 哦，不放线，只有水台可以吗？不行，那个水台可以啊。来一个，这个比较像肉米啊。啊，那是克里写的，不是？对啊，这个它的袋子原来有肉米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像哎。他会搞不好到最后他自己不是因为它东西太多，有可能混在一起。没有关系。不会，他不会空起来，说这不会不会像别人。一个什么？喜欢强光，喜欢强光，不爱黄花。我非常爱喝水。好像没有那么多光。如果光线照下去也不大的话，就是光线照不出来的。然后比较高的话，它会散射。不知道哎，我知道有两种，我不知道它是花还是。 最上面的在插着啊，等到它开花，被污染给它就在墙上插着，我想要把它修掉，然后把它剪了，我也没有注意它。来，给个 pose 吧。太好了 ，OK。因为它是刚好在这里。 随便啦，你喜欢几颗就几颗了啦，麻烦赶快抽一抽吧。规则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个也是，非洲几只都非洲。你要拿四个。对。我本来想到在那停车场自己来拿好了，比较快。如果是20都好抽，如果是10都好。好了没？好了，下一个人先。 怎么这么含蓄呢？保利龙的也可以拿哦，保利龙的也可以拿哦。对，保利龙也可以哦。这个桌上的都。我这样就跳起来，觉得看起来最帅，我最强。拿回去要练功哦，然后交个作业吧，我可以指导你们。邓紫军，这边也可以哦。名言，名言，这个是名言。名言拿一颗，只能拿一颗。非洲锦4颗。哦。然后这一颗没有叶子，里面有草。说这样子一个月可以不用交税。然后我那天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说，哎，想要把它挂起来，我就直接用假链带把它倒折。哎，是哎，可以耶！而且我办公室好多这个东西哦，每次早餐有没有竖着，我就把它留着，哎，刚好可以拿来用，都废物利用。嗯，所以。 两层是因为这样没有啦，一层啦，对折，我是对折。等一下我要做那个，可以了哈，可以了哦。那我们就来，哎，我今天用的是那个5号假链带，5号示范哈。5号假链带其实就是把它打开啦，然后大概一半的位置倒折过来。好，因为我们大概的。 深度大概就一半就够了，太多的话你要准备很多水台啊，所以不用啊。5号夹链带刚刚好，差不多。好，那天在办公室就是这样示范了哈。好，就大概一半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什么，要漱口啊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要把两边各夹。 好，这个位置啊，你就用剪刀把它剪个洞，剪个洞的目的是啊，剪洞等一下就是这两条我们要拿上来用了，我们把它套进去，对，等一下要用这个当漱口袋啊，所以先把它搓出来。 动没？好，一边搓出来，然后一边就把它套进去，有没有？塞进去就好了啊，有没有？塞进去啊，哈。哎，我们要2条，所以吃早餐的时候啊，哦，袋子就不是就留着啦，不是吃2份嘛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啊，就先把它塞出去。啊，你跟你老公不就两份了？好，一样啊。另外一边就把它套下去吧。很简单啦，就这样子把它塞进去好。然后你可以稍微先拉一下，因为绳子比较长嘛。那、啊、等一下我们这两条就是把它竖起来的那个竖头。好，就很简单，就这样。好，弄好之后啊，我们准备好的那个水苔，湿的泡水了啊。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。对，它要一次泡那么多，你不用那么多，我是要示范，你就把它塞满就对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把那个里头放水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偷懒，可以竖起来就。但是水它是松紧的，松松的就好，还是要扎实的？松松的就好，不用很扎实啦，因为。 你还是要让那个它根有地方可以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水还贵，所以不用用太多。这个是现实面，水苔真的水苔不便宜哦，所以对。好，你就把水苔给它塞进去。其他戒指就一大包啊。好。 等一下啊，中间记得要留一个洞啊，留个位置给你的洗衣插进去，啊，随便就给它插进去。好，但是呢，切记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需要水哈、哦，你可以，我刚刚准备水了哈、哦，把它倒进去。全满哦。哇。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没关系，因为它会蒸发。 有点倒太多了，好，倒太多了啦，会淹死哦。不，洗衣不怕淹，没关系。它是现代系就会先尿出来。对，它会先尿出来。你看，现在光绑就掉。好，这样子，所以水不用加太多啦，就是，但是在办公室就可以挂起来。对，你就可以把它挂起来，然后这个就可以稍微绑起来了。 你再绑个领结吗？对，你不要绑太紧哈，不要把那个对，把它勒死了。然后没有啊，你要确定那个手机有没有插在水槽上。它其实就这样子。好，刚刚水倒太多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怕这个袋子啊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倒折吗？如果说你怕这个袋子啊。 跑上去，你可以用个那个胶带嘛，稍微把它粘一下，对。然后在旁边的这个角啊，如果觉得不好看，也就把它折上去，再粘一下，然后就很美美的这样子一来一来。圆滚滚的一个。对，然后就等一下。这是成果哇！之前就是就像这样子，这其实有点软掉了嘛，就是像这样子。 一袋一袋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东西的话，其实这样子放在办公室，然后你只要这个袋子不要破洞，还把它装水，因为洗衣不怕泡水，啊，你就这样一袋一袋就可以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做成窗帘。对啊，可以这样一袋一袋一袋啊。窗帘不是有窗帘，看它会怎么吹出来。但是切记啊，夹链带不要破掉。 有点脱水。它如果不怕泡水的话，为什么有时候插进去它会整根烂掉？奇异吗？对啊，整根烂掉。对，有时候很烂，伤口有一个地方有刺，你的结要插到戒指啊。我们也是做，我在那个办公室扎那个围栏，然后那个地方才会扎就。哎，摆这个我们拍个照片好不好？ 没有啊，这边剪就好了。哎，可不可以请你再示范刚刚出前那个刚折塑胶带跟那个绳子的动作？因为我刚可能拆的不是很好。但是我没有绳子嘞。我们拆一组再示范好不好？再拆几下就好了。因为刚开始那边的动作我没有拍得很好，所以会有点瑕疵是我。好，对。好，我们把前面的动作再捋一下。等一下啊。还好。好我有自备塑胶绳，自己做。粗一点，它本来都很粗。因为他第一次出现我吓一跳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后来有人介绍，因为你都会点名。 现在在教学自己制作塑胶绳，自己包一包带走这样。如果自己家里没有买早餐，自己找这种塑胶绳自己做啊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5号夹链袋，然后呢，外翻一半。 外翻对折一半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对折完之后啊，剪刀再把这旁边两个角剪个洞。 等一下，我们要穿那个塑胶绳。左边那个绳，你积水在下面。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绳呢穿过我们刚刚剪的孔。对，因为它要积水。一边穿过，另外一边把它套进去里头的那个内袋的位置哈。但是水它就不干净，放水就没有神秘感。水它积水跟盐水都有烂，这样子看得出来吧？ 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可以啊。然后两边各一条，一样。这边再把它穿出去。这好天才的设计啊！好，一样再把它套下去，反正就是懒人法就对了啦。不会，这很正哎。啊，两条绳子套好。 套好了之后，等一下就是漱口用的，然后再把解开塞进去。要把里面的水倒这么多吗？因为如果你水不足的话，它反而容易就没吃到水，会干掉，会软软的，对吧？因为我刚刚看你倒水倒了蛮多的，尽可能，因为我是让它都吃得到水啦，因为我们没有剪很长嘛，所以我就想说让它吃到水，吃多一点。 你看这一个人的形式多好，对啊，我早上比较久。哎，那要胶水是不是就要把它打开？太远了。我刚刚的确是有稍微挑一下牙。我感觉找到了就可以挑，后面到的话那个头发没几根。对他来讲，可是你来台中飞飞东京，我觉得我们这么多第一次水太多，这次比较好了哦。他没有，刚刚知道那样子太多了啊。正的在射，这个真的。 也是出来了，对啊，因为而且你看宜兰老师好水泥有专业的那个东西，你的环境我们。他的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温室，他那个就是温室嘛，他冬天，他夏天只要把两边的沙网打。他如果要美一美，就可以用这个金线，有没有？塑胶袋就用金线，不用带，再加个蝴蝶结，对啊，就美美的这样。哎，好，不用，他就是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就可以了。 简单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我有他们大的设计，那大家现场每个人坐下来开始来包，大家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 ，OK OK。我去就可以，对，厉害哦，最大的先拿起来哦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 听到折断的一声，那这个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可以看一下你的皮皮和芽吗？那个皮草，双心皮草，对，这个我现在看叶子认不出来是哪一个品种。双心皮草，它只要叶子，叶子能够繁殖吗？可以，所以你没看我才在捡叶子，掉下叶子，我才在捡叶子。不要丢！现在拿。哇塞，迷人加想。 好夸张哦！我不敢，我家已经爆满了。还有谁要啊？赶快来翻吧！千万不要客气。哪里？啊！好后面，要不要拿？今天这边是加油！我做中立。不要客气啊！可是会没有啊？不是啊，是啊，这都是迷人啊，长得很像。 就挖一坨回去慢慢拆啦，你现在在现场拆不了啦。你在现场拆，不要现场拆了，拿回去慢慢拆啦。种多少是多少啦，很棒的啦。阿奇，你不下来吗？你一直摇头什么意思？没有地方种了啦，种粉红洗衣就好了。我们家的空间要给小粉红住哦。再来吧。 太客气了，拜托一下。球让它再长。对啊。